Good morning，大家好。在我的遮阴棚里，秋天了，还开了一盆板直的这个兰花。哎呀，这个味道啊，真是的，不敢恭维啊，一言难尽。怎么说呢？它的这个来我们家2年前来我们家了，来的那年夏天就开花了。那么去年和今年呢，又毫无疑问的连续2年的开花。第一次开花的时候，那个味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吧？出去旅行一天回来，刚好那天是跟我女儿一起去骑马，结果回来以后，你知道打开房子以后闷了一天的那个我看它开花了嘛，拿到家里面来欣赏的，结果一开那个房门，我一下闻到，说呀，我怎么搞的？我说我这个鼻子这个嗅觉坏了吗？为什么一股马场的味道啊？然后后来发现了是它，哇！无独有偶，我在这个买这个兰花的时候，我也帮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带了一颗这样的兰花。结果后来我们交流起来，他的感觉也是，他说有一次他也是的，从外面回来，跟我的这个经历差不多。然后打开房门以后，她马上就决定跟她老公一起说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，宝宝宝宝在那里撒尿了！宝宝，她的狗狗的名字啊，宝宝撒尿了，宝宝撒尿了，快快快找，快清理，是哪里的？”他在哪里干了坏事了？所以想想看，这个味道，就是真是一言难尽啊。他的名字叫这个，哎呀，念不好，自己看一下好了。对，你看他的这个板子是在这个 cork box 上面的，那个它的根都长上来了，就是那种葡萄酒瓶盖的那种木料，就是不会腐嘛。其实看还蛮好看的。哎呀，这个味道，反正怎么讲嘛？据说这个，无论是香臭，你这个分子式是很非常类似的啊，只是说根据个人的这个因人而异，个人的喜好定义了它这种褒义贬义，反正味道非常的奇特，所以我这个把它放在户外。哎，它倒是不择条件呐、啊，真是开花其实也蛮漂亮的。说实在的，它的像模像样的这个开的。跟这些空气草这些 AirPods 在一起的，所以放在外面比较适合。对，每年都开花的3年了，这个独特的味道的兰花，买的时候它的这个旁边的一个标识写得非常清楚，叫做 Very Fragrant，所以对这个 Fragrant 就是。很强烈的这个气味吧。至于是香是臭，怎么定义，真的是太因人而异了。好的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拜拜。